大师，你要做乜嘢啊？喂，关你咩事啊？成个镇你都睇唔到咩？喺度封利市咯。吓、啊，咁早就封利市？一啲都唔早啊！今年农历新年好早就到啦，1月22号咧就系农历新年年初一嚟噶啦。今年我所封嘅利市咧，好有新意嘅。喂，你有冇谂过用现金券嚟封利市啊？我准备咁样做啦。大自然素食同往年一样，佢哋强势推出。和之家2022开运开胃现金优惠券套装，每买一张500蚊嘅现金券咧，就会送多一张50蚊嘅现金券俾你喎。我就系准备用呢一张嘅现金券嚟封利是，咁即系话我今年啲利是钱你1蚊都唔使出啦，只要用现金500蚊就可以买到价值550蚊嘅现金优惠券喎。啊，真系谂埋都开心啊！等等，不過呢一張面值50蚊嘅現金優惠券，我自己都好用得著嘅喎。我可以用佢嚟買任何和之家嘅產品，和之家嘅素食材料好多選擇嘅喎。最重要嘅仲可以用呢張現金券嚟買大自然素食嘅賀年糕點、盤菜、粽、中秋月餅。喂，咁咪即係等於享有節上節嘅優惠？哇，的确是送礼和自用都很适合。不是啦，现金优惠套装限量发售，售完即止，我都是不入这些信封字，不是利是封，我的意思是那我要去买了先。在哪里有得买呢？所有大自然素食的店铺都有得买的嘛，我先走，是这样，拜拜。